中喽，没错，欢迎来到我们2023新北市淡水艺术嘉年华活动的现场。马上在舞台上就要开始今天的表演活动了，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非常非常的期待哦。今年我们是以淡水的多元艺术文化跟在地特色当作我们彩街游行的主题，透过艺术家跟我们在地居民的合作，把他们本身的历史传说啊，或是风土人文，还有当代的生活，都当作创作的素材，融合在彩街的主题当中。刚过对不对？双十国庆刚过，我们可以看到国军、陆海空军、娃娃军团已经来到现场了，我们一起跟他们敬礼。三军娃娃总动员，全民一起挺国防，借由国军、陆海空三军人形秀表演娃娃舞蹈，展现国军活泼动感的一面，大家。